你好，我叫 Lily， 我们今天要玩这个 Minnie Mouse Legos。所以这个是十岁玩的，和那个是41625，和有 Mickey Mouse 和 Minnie Mouse 有线的，所以我们要开始打开吧。有一个黑色和有一个小的和一个大的没数字，所以这是说明书，所以来开始建吧。建完了，所以有一个包，也有两个耳朵，和还有很多点点在他的衣服上面，也有黑色的耳朵，和还也有白色点在他的包上面，和还有黄色鞋子，白色手。所以你们喜欢 Minnie Mouse 吗？你们喜欢就给我留言。谢谢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Click here to watch more videos.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